欢迎来到小爱小课堂。吵啥吵啊！全楼层就听见你们吵，人家二班安安静静的在那写字儿，你们嘞？学习学习搞不好，自学的像爬一样，作业一大堆都没做，叫坐着都站起来，那使劲都站不起来呀！再搞不好，我叫你们全部请家长，把作业都给我罚抄十遍。重心，作业没写下来，老师今天会不会拿手板？都没打过哎，疼不疼啊？全校就咱班最丑，就这老师来了你还在吵，作业是想写不完是吧？跟人家二班一样对吧？好，我就满足你，今天中午啊，把书所有课文给我抄写一百遍，写不完别给我来上学。来，哎，评奖今天家庭作业，我倒要看看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没做。班长，家庭作业，快点，跟忘流一样，到你们这样翻找书要找一节课，老师还上不上课啊？第一题，这道题啊是个经典题，考试都是要考的。这道题我也讲了上百遍了，我看谁还不会。这道题昨天我已经改了，今天早上组长发下去了。来，做错了给我站起来。我俩一样的。到底是谁错啊？我错了。你才是对的，不行，我不能站起来。你都这样的，那咱俩一起站起来。哎，太简单了。哎，老师，他错了，他做错了，他不站起来。你看人小花还担心你呢，站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是做错了，站不起来。我就让你们抄一百遍，抄一万遍，不够的，让你们把作业本子全部写满。同桌都互相看看啊，让他们拎起来。你给我站起来，实在不行的就请家长。我看治不治了你们，还不诚实，没有纪律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咱们这是场馆，是你们自己家，想咋搞就咋搞啊。坐下，好好坐，坐完这儿看你们这鸡子爬一样整天。算了，演不下去了。那老师太凶了，头发都掉了。来，你们整天坐的，我来学你们。要站起来回答问题。都呆若木鸡，张嘴去干了，干嘛了？给我站起来！我来一个个看啊。只要被我抓到没有站起来的，你们明天别来上我的课，想上啥课上啥课去。这样吧，这节课我就不上，让你们科学老师好好来治治。下课，这节课你别给我出教室，在教室你好好背书，把那些单位换算没有背的赶紧给我背。明天我来一个一个检查，只要抽到没有背的，站出去，别上了。